就是怎么了？跟我们有缘，很有缘，很有缘。只是有时候他，你们可能是门呐、啊，关门，关门，砰！我会吓到他，是不是？吓到，因为差点是门太大力，门太大力，关门太大力，可是他会吓发生什么事情？难怪他就他很胆小，不肯吃。你是不是有他不喜欢的东西，你硬要给他吃啊？有吗？宝路，宝路是不是？因为他在跟我讲，是不是宝路？嗯，宝路啊，他说一罐的。对，宝路。宝路啊，哎、欸，那个也不便宜耶。他喜欢吃西式，喜欢吃啊。爸爸又不买。他说为什么你们要硬他叫他吃？我连这个也问得出来。他说一罐的。天哪、啊！他喜欢吃西沙啦，他又跟我说，他有些东西他不喜欢吃，为什么要逼他吃？啊、你不吃会饿啊，不然呢？你又不吃饲料，你又挑食。你又不吃饲料，哎、欸，你就好命，你可不可以按那一个我讲？啊，我买那宝路一罐也要89块嘞。因为他这样，他这样跟你说，所以他不想吃宝路、啊，所以他跟我说一罐的，一罐的。那、啊、西沙他很爱吃啊，那是西沙菜啊。对啊。他是说你一直逼他吃那些东西，是他妈妈逼他吃，是你买回来之后要叫他吃。他说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家有卖饭什么，因为他这样跟我讲，那、啊、我就跟你这样问。爸爸觉得你应该先去外面流浪一阵子，回来你应该什么塞东也加，我跟你讲，有时候用脚用它。对我老公，脚很臭啊！昨天还故意用脚给他闻，他叫我这样跟你讲。他这样跟我讲，说你脚很臭。昨天你给他闻一闻，还说哎、欸、昏倒了、喔。昨天我是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，因为他这样跟我讲。他说你脚很臭，你一直用脚用给他闻。对啊，对，昨天他不闻，他闪你也是要用他。好可怜哦，好可怜哦。欸都会好厉害、啊，你会打、欸。他还有说什么吗？他喜不喜欢我们？他喜欢你们，他说很爱你们啦、啊。只是有时候你们把当小孩在养，有时候你会逼他不想做的事情。他、啊、就不吃啊，不吃真的。啊，乱尿尿当然要做啊。好可怜哦。我也跟他说、啊、应该教的，因为他现在跟我对话，真的、哦。我有领到这个指令啊，我有领到收金的动物子，物业的，所以我会可以跟动物讲，直接沟通。太强了，所以连动物都可以那个，所以有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我怎么会知道你们昨天用脚给他闻，他就直接跟我说他你的脚很臭啊，我昨天说你是用脚，好吧，都欺负你，你都知道对不对？他说他捉弄他，他说他不喜欢吃，他觉得是大头喂，一吃一口一口一直给他喂，他说他不喜欢吃，不喜欢吃那个，那他喜欢吃宝路啊。他最近都吃鲜食，那个鸡肉，因为我都买那个公司那个整包的鸡胸肉，一次就一包是3公斤那种，嗯，然后水煮。